金门第24届县运会还有第10届离岛联合运动会17号在体育馆田径场隆重开幕。金门副县长李文良、议长洪云典热情迎接来自澎湖、连江的代表团，共同见证这一场运动盛会。离岛联合运动会是从2006年开始创办，主要的促进金门、澎湖、连江三县市的友谊跟体育文化交流，每两年会轮流举办。今年的离岛会跟金门的县运会合并举行，是金门县近年来最盛大的体育盛事。任教于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，积极培育国内中长跑选手，曾任我国奥运、亚运、世界锦标赛及世界大学等一级赛事之国家教练。上火！嘣！欢庆本县第24届运动会及第10届离岛联合运动会的盛大开幕，在此我谨代表金门县政府、澎湖县长以及县府团队，还有所有的金门乡亲，向所有参与此项赛会的两县嘉宾、选手、教练、裁判以及工作人员表达最诚挚的欢迎跟感谢。这回的运动会涵盖田径、篮球、羽球等等多项的竞赛，县政府团队也全力以赴营造友善的运动环境，也共同见证离岛三县市珍贵的体育情谊。